首先感谢两位黄老师，黄兴威跟黄永航黄老师啊，因为他们热情的邀约，那我们在我们管理员会啊，代天宫主委张以博啊全力的推动，以及我们的委员跟监委全力的支持下，所以成立了这个舞蹈班。那我们这个代天宫流行舞蹈班最初的目的是让每一个里民每一个信徒都有培养出不同的兴趣。那在于我们的诵经团神将团啊，还有我们现在的志工队，最新的是我们流行舞蹈班，那都是我们主委强力力推啊，每个信徒可以有参与不同的兴趣所推动的组织。那我们算园林首间代天宫宫庙里面有舞蹈班的，就属于我们园林代天宫。那每个礼拜二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半啊，也欢迎各位信徒好伙伴跟着老师的舞步一起来燃烧脂肪运动啊，选手来拜妈祖啊，拜文祖和大家平安顺利又健康，谢谢你。适合过来这边学跳舞呢？有兴趣啊。嗯，原来是因为知道说老师在这边开课。对，我看到社头人俱乐部看到的。好，是这样子过来这边。对对对。啊，对，好棒啊！大部分都是土风舞吧。嗯嗯。那这种现代广场舞比较少一点。对对对，嘿。1、2、3、4、5、6、7、8。1、2、3、4、5、6、7、8。往前3、4，飞镖7、8。背后3、4，背标7。拢做毋捌学，拢无学。嘿嘿，头一边来学诶。嗯，啊，有啥物想要学对？现厝想讲，我诶身体健康哦。那什么美发？绿灯美发，绿灯美发的那个老板娘。老板娘，你是不是学跳舞了？哎，有没有像拉面刀吗？平常工作不是很忙吗？哎，要活下去就要运动啊，生命就要运动啊。对啊，所以说有跳有运动有跳的话，真的跟平常没有跳的话差别很多哈。啊，对。那你要学多久了呢？现在跳多久？哎，刚开始学，来跟我们哎，第一次学跳，看到那个老师很优秀，就赶快来。我觉得代天宫真的很佛心，他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场所，然后又免费请老师来教我们跳舞，真的很棒，两位老师都很棒。1、2、3、4、5、6、7、8。跟那个黄老师学跳舞。黄老师也是我们这里的老师啊。而且是我们那个林厝派出所的财务长。哦。嘿，我是财务长。他是财务长，我们是志工。是，所以是跟起来跳这样子哈。嗯。那跳舞带给你什么样的感受呢？有什么感受？跳跳开发工很好，很好，给足好困呢。快乐开心哦。嘿嘿嘿。运动是这么多跳，什么跳拢不美食啊？嘿。哦，改善很多呢。真的有差别哦。嘿嘿。观赏舞带给你什么样的感受呢？就开心啊，然后还会变得比较瘦一点，然后晚上很好睡。对，那像通常是在之前是要练多久啊？
我跳从小就喜欢跳舞哎，然后广场舞已经跳了两年多有哦。对。所以我认识老师啊，以前我们一起跳过舞。对，那所以他之前都在哪边学？之前在出水社区那边。我们这种年纪哈，到这个年纪觉得说要回馈社会，所以我除了我自己工作以外，我觉得说晚上的时间都是有空闲时间，如果没有出来这样跳舞啊，大家一起欢乐的话，都在家就滑手机看手机，那是不好的，所以我觉得说还是下班以后出来外面运动哈，是对自己是最好的。我就拖着永涵来，一起来运动啊！你看他累不累啊？累哈，累，因为快乐哈。其实我是舍弃了我原本是国画两堂，然后那个书法两堂，歌唱班一堂，舞蹈只有一班。那我一个礼拜都上六天的课，我为了来教学，我就舍弃了我三堂课，删了三堂课来。我跟我姐姐，我觉得我佩服我姐姐，就是她有那个，其实对舞蹈的热忱，是我们不只要教五天，我们还要私底下下了课还要回去练舞，还拍那个教学影片。所以有一次我们回去跳战马，跳到我们的腿都已经快抬不起来，可是我们还是把它录完成。对，所以我觉得我要为我姐姐鼓鼓掌。为什么这种想法，为什么有这么热血呢？因为我觉得说我们这种年纪有开哈。